诶，正正正，咁一辑咧就系邀请咗我朋友仔啦，即系做一个标嘅对比啦。其实有缘故嘅，我今日想介绍呢粒就系 BM8475 嘅国民品牌 Citizen 嘅，即系有个缘故啦。而佢右手边嗰粒咧就系 Lazada、shopee 都可以买到嘅 Curren 腕标啊，都十分之销量十分之好啦。我咪就想訪問一下我朋友，點解要有咁樣嘅勇氣買到一粒咁樣嘅錶咧？真係有咩故仔啊？誒、哎，介紹一下呢個 Mr. Hennessy Han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為什麼你有這樣嘅衝動，可以買到一粒這麼精緻的手錶呢？因為開始的時候我是蠻喜歡 Citizen 的。OK。我看到 Citizen 的手錶，大概是很優越，很完美。然后你就哦，其实你是想买 Citizen 这粒手表，对对。哦，你有看过这粒啦，这粒吧，就是我手上这粒手表，你是有看过的，对。你有橱窗去看过，然后你也去问过价钱，对对对。哦，我呢，但看了价钱过后，我就回家去上网络去比较价钱。价钱你不适合吗？这里？就是那个销售员没有和你讲解一下这个手表的耐穿度啊，或者是比较适合的东西吗？大概它是在700多块左右，折完应该是在500多。哦，买不起吗？为什么不会直接拿下来呢？那时候就没有想要开那么多钱在手表里面。哦，要我还塞一点啊。OK， 然后那时候就念书，所以你是一个不会尊重手表的人啊。或者不是把钱花在手表上的朋友。会干硬的花，可是不会花这样多。哦，那你觉得你是会花多少钱在一个手表呢？大概 budget 里面大概通常两三百里面过。30多岁两三百。今天就 budget 会比较高一点。OK， 所以你就上网标了这里啦，就是买了这里。什么价钱呢？价位多少呢？上网看了 Lazada， 这里就是38块 promotional price。OK， 即系了解啦，成件事嘅来龙去脉啊，即系好，即系唔舍得花钱太多钱。其实佢系首先系睇中呢粒 Citizen 嘅手表 Eco Drive 嘅，但系就觉得唔需要花费太多钱啦，所以就 online 就买咗呢粒 Curren 啦。其实做一个对比咧，系差唔多90巴先系相似度嘅。但系我想再讲一下就系、是。點解呢粒Citizen 嘅 Eco Drive 折完之後係580左右呢？其實係朋友仔都明白啦。Eco Drive 其實佢係 recharge 嘅，佢嘅 battery， 即係你喺有光線或者太陽嘅底下咧，只要係大概兩分鐘，佢就可以for 你一日嘅 generate 嘅 power 已經係足夠。係咁 fully charge 係大概係喺10个小时左右啦，你就可以 fully charge 到佢系可以 lasting more than 6 months 嘅，即系6个月。佢嘅 power 即系喺一个暗嘅地方 fully charge 之后，你将佢放喺一个暗或者喺表盒度咧，佢又可以持续运作到6个月以上啊。但我嘅经验系可以 lasting 到1年以上啦。而最大问题嚟啦，呢、这个手表需唔需要换电池咧 ？Eco Drive 系绝对唔需要嘅。即係我都有接過一啲即係腕錶嘅問題啦。佢係長期放喺個盒度，而忘記即係可能太多錶啦，一兩年之後冇戴啦，個錶係唔行啦，唔運作啦，佢就好想嚟我哋嘅錶行度喺度換翻個 Solar 嘅 battery， 其實係唔需要嘅。Eco Drive 呢個佢已經係世界級嘅品牌啦。而系如果真系有遇到咁样嘅情况嘅朋友仔咧，只需要放喺有阳光底下，阳光底下即系窗啊，可以有光线射入你嘅情况之下，你可以放喺嗰度，嗰个腕表冇直线对于太阳啊，即系冇讲有啲朋友仔好聪明啊，直接唔肯将佢粒手表系直接放喺车度，跟住就俾太阳晒成日，而亦直接导致到咧佢 charge 嗰个。
叫做 converter 咧，係直接爆嘅，因為你唔可以直線於太陽嗰度 charging 嘅，你係放喺有光線嘅地方，比較陰嘅情況之下，放喺嗰度兩至三日，佢嘅錶就會運作翻嘅。呢個係非常非常非常好嘅一個，即係佢係比較高 green 啦，即係唔需要用電池啦。因為據所周知啦，我哋電池量咧已經可以我哋用嘅電池啊，係估排上嚟咧已經可以叫做繞住嗰個太陽啊，或者係唔係太陽 ？Sorry， 係繞住嗰個地球係足以幾個圈嘅。所以Citizen 嘅大方向咧都係行緊 Go Green 嘅。588係超級值得啦，所以就其實個外形咧都唔需要再任何比較啦。呢、這個機芯咧，我係有研究過，係咁冇錯，佢都係用日本機芯，直接都係幾值得買啦。但係係估真係用翻個 watchmaker 咧，即係佢出到嚟嘅嘢咧，真係大方向啦。無論喺個 leather 啦，或者佢嘅電導啦，其實我哋可以 compare 一下佢嘅外形啦。其實兩個都係用電導嘅顏色，即係黑色係電上去個錶殼度嘅。而 Citizen 咧係做到更加仔細啦，而係你大力撞到啲，你都係唔會花噶你嘅錶殼度啦。其實今集嘅分享咧，大致上就到呢度啦。都好多謝我哋咧 Hennessy Han 嚟咁大膽創意買咗粒 Curren 啦，即係著咗穿了幾年啦。這個大概三年，39溝馬幣可以著三年。系估唔系嘥錢，系真系玩錶嘅朋友仔系絕對物超所值啦。錶都系強調啦，系睇時間或者系著身份都系兩個唔同嘅方向。到今日嘅少少分享啦，就到此為止啦。中意我就記住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 唔該曬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